我得赶紧走了，免得被那术士发现。哼，你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干嘛？你不要过来！是那是孟流霜的手下青鸾。孟流霜，哦，术界各派呢本来和谐发展嘛，不过孟流霜入了邪道，残害术士，企图称霸术界，当年呢没有人能与他匹敌，我师兄和他大战了三天将其封印，不过师兄也闭关了，前段时间听说他正在寻找解除封印的方法，所以追杀我，一旦被他找到解除封印的方法，那一定会祸及人界，祸及术界，所以拜托你赶紧用无意公子的身份出山吧，要不这世界完蛋了。送我的肉身先去个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去救我姐。那把你的肉身送去我家。你那是家吗？你那是狗窝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。回宫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不要吧，自投罗网呢。那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去找无欲公子啊。哦，随便一说，随便一说，头疼。好，蝶夫。哎，等等，我要先换件衣服。但礼物上次是欠你的吧？我不仅舍弃生命去救你，你不仅说我家是狗窝，你还让我这么晚一个孤寡老术士去给你取衣服。脸呢？你，嗯。拿！头疼，厉害。大宝，开门。怎么这么久啊？你谁啊？我丹离啊，让我进去。哎，我不信。天哪，我怎么成了你这么傻的门童啊？哪个门童？这个傻子，气死我了！来来来，扶好我。公子，公子，外面有人自称是丹离。哎，过来！哎哎哎哎哎！看，这就是货真价实的丹离。以后见到他，就要如同见到我一般恭敬，懂吗？好难记，大众脸，难记也得记。基友，你和大宝守护我的肉身。好的呢。苏木，你随我去救丹家。明白。瑞珠，水，这也太残忍了。对普通人用这种致幻迷药，一旦停药很痛苦的。喝水，慢点喝，喝完站着走啊！你不是瑞珠，我不要，你不要过来，不要！这里很危险，我是来保护你的，跟我走。我不走，我不要！哎呀，真烦人！不要紧，等我先打个架啊。小姑娘，
这三个颜色你喜欢哪一个？选一个，我把你收了。差一点就打到我小心脏了。你想干嘛？别！挺舒服。星子这么绿，不是我喜欢的型了。我看你这么绿，我给你选个绿色，我收了你。收。又弄差评了。师兄，你在哪儿？快来救我，要不然我就死了！无意公子，苏木呀苏木，你连个人都救不了，你还能干点啥呀？这不来了吗？对小妹妹温柔点哦。我，青鸾，你公然违背术士信条，对凡人做出无耻邪术，该当何罪？我为了维护术界的正义。今天我要将你捉拿归案。丹离，你行不行啊？我说温柔那是开玩笑的，何况你那是温柔吗？你那是又怂又羞耻，把我大师兄这副身体弄成这副鸟样。我跟你说，人家的刷刷刷多帅啊！你看看你，脸都被你丢尽了。青鸾那是早就布好阵法了，我们是中了圈套了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要不说我你早死了。你赶紧想想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增强我的术力。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除非找到有龙气的人，并且人家还愿意对你开放龙气。龙气？你说的是不是一种不管凡人受了多大的伤，只要吸了就能痊愈，偶尔可以攻击人，出现的时候还有一条龙在上面转啊转的气息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跟秦玉交过手，他就有。百年难遇龙气的人被你遇见了，你赶紧回到丹离的身体，继续吸啊！不可能，先别说老娘不想吸。就算老娘想吸，我也要先去宫里找秦玉吸龙气，吸完龙气再出来跟无意换身体，然后再出去。现在青鸾就在宫里，你连他都打不过，你确定能保护我顺利吸到龙气吗？的确需要从长计议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回去再聊吧。我肚子饿了。我也饿了。床好硬啊。还好小啊。哼，小主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啊？啊天哪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好干啊，搞得人家皮肤都不水嫩了。我的天哪，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种地方啊？公子。公子，是陛下，我的天哪，怎么办？开门。公子，看什么看呢？公子，快开门。公子，公子，我进来了。公子呢？睡了。去叫他。出去了。你刚才不是还说他睡了吗？出去睡了。小朋友，你家公子没有告诉你，你撒谎的时候眼睛会眨吗？哇，丹灵你也太幸运了吧，说找秦玉，秦玉就来了。上，今天晚上你就是救世主。没想到我堂堂郡主竟然拿到了救世主的副本。让我进去，好好干吧。
让开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迷路了。哎，我迷路了，陛下，快带我回宫吧。陛下，这里好像有鬼，陛下。你让开！陛下，陛下，快带我回宫啊！陛下，放开他！带我，禽兽！我又不迷路了。公子，你来了。哟，都这么晚了，尊贵的陛下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？不是应该在宠幸丹家郡主吗？你又知道了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那你也应该知道，我今天是被丹家给下了药，然后又被丹离看见了，现在解释不清楚了。公子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帮忙消除误会吧。误会？两个人都这样这样这样了，还能是误会啊？你今天讲话怎么阴阳怪气的？反正啊，再怎么解释也没用了。冷宫小主啊，现在被你伤透了心，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了。不帮忙是吧？行，全世界都不帮我，也阻止不了明天我要去和丹离求婚。回来。你刚说什么？不帮忙是吧？后面一句。全世界都不帮我。再后面一句。我要去和丹离求婚。你神经病吧？丹离是你想娶就能娶的吗？你想娶人家还不一定嫁呢。为什么不嫁给我呀？为什么要嫁给你呀？你有什么表示吗？我请公子赐教。你这还需要我赐教啊？自己回去好好想想。行，等我想好了再回来告诉公子。告诉我干嘛呀？这样我就没有惊喜了。惊喜？走走走走走走。神经病吧，谁要嫁给你呀？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你的办法就是让人顶直接遭到唾弃。奴婢失算。软的不行，来硬的啊。多谢宗主赐教。教你真是太累了，要费我多少元气。这是再让我失望，下次就不是十味的药丸，而是药丸味的屎。多谢宗主。什么？你想要取消婚约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？儿臣已经想清楚了，我要取消婚约，我要娶丹离。